请收看莲池海会。各位居士、大德、菩萨，各位观众，大家阿弥陀佛。咱前面呢，就是讲甲莲池大师，伊甲辩勇老和尚的这个道场去参访，甲伊去一段时间呢，就请和尚开示啦。老和尚就甲伊讲五项，第一。讲，汝修本分，汝爱修汝这本分。第二咧，汝莫去攀缘，第三咧，不闻名利，对这世间的这名利，袂使去贪求这个名利。第四咧，爱因果分明。第五，爱老实念佛，甲这个莲池大师做伙去遮的同行咧。认为讲啊，这也讲这也无啥物特别啦，这都真一般尔，但是在莲池大师的这个感想啊，伊听了非常的这个受用，伊感觉这老法师辩勇老和尚咧，甲伊讲了足实在，伊同安尼咧奉行这五步，后来呢，就成为咱。净土宗的第八代这个祖师，所以这五句咱一般那听到的人嘛认为无啥物啊，不过那实实在在要修行的人，这都是基础啦，咱人爱脚踏实地做佛事，头顶青天度众生啊，修行咱是要修真的啊，不是要修假的啦。咱学佛是要学真的，不是要学假的。既然是要修真的，要学真的，你基础就要打好以后了。万丈高楼将地起啦！你一个人的这个基础若打无好呢，那么你以后在这个社会啊，要打拼头路啊，还是要修行啊？你这个基础拢真好啊，啊是要起大楼，你得当起足悬啦，你看来练功夫啦，你骑这个马步、蹲马步啊，真辛苦啊，骑到脚真酸啊。不过这就是基础，基础非常的这个要紧啦，所以呢，莲池大师了解讲，这就是基础非常的这个重要。袂使好高骛远的，因此呢，伊就甲老和尚的这五句话，就甲伊藏在心的，善诸好念，后来呢，成为咱净土宗的第八代的这个祖师啦，所以咱修行，咱一定呢，就爱实在，爱老实，爱认真，爱打拼。不管伫世出世间，这世间法内底嘛是安尼，伫这个佛法上嘛是安尼，所以呢，这都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咱以上呢，就是甲莲池大师，而且本人，伊的这来历，咱做一番的这个说明，现在要开始呢，要来解说。这个伊所写的这个西方净土的法源文，那莲池大师就是根据这净土宗的这些经典内底这些精华，
哦，啊来呢，写出着这个净土法源文，哦，要来提供予咱呢，加一切这修正业的行者呢，哦，会当来使用，哦，所以呢，这非常，哦，是一篇真重要，哦，而且咧文章啦，哦，这法源文，咱伫下卡就开始要来解说。那么伊第一句就是讲，乞受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道师啦。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爱乐受啦。哦，啊，这乞受是啥物意思呢？哦，就是讲咱双脚跪在这个地上，啊，头壳呢？去碰触到这个地土脚地面，哦，啊，稍作停顿，但咪稍停一下啊，哦，这就是古早时代的一种的这最敬礼啦，哦，咱啊双脚跪坐坐，跪在这个土脚，啊头呢去磕这个，哦，这个地上，哦，啊但咪稍停顿，哦，这是古早的一种。尊师重道非常的虔诚的礼拜，咱一个人就是这个头上界尊贵的啊，哦哦，一身躯内底头上悬的，啊，把这个头改拜加落伫土脚，就表示咱的上用上尊敬的最敬礼，哦，来礼拜，哦，所以古早的时阵啊，就是这个。大神咧拜君王，哦，啊，今日是说咧拜父庙，哦，啊，是咱传统的这个信仰，哦，才会拜神的方式，哦，啊，是咱佛的弟子，哦，咧拜这个佛陀肖像，用这个最敬礼，哦，但咪啊来礼拜，哦，啊，这叫做乞受西方安乐国，咱是咧拜啥呢？要来拜西方安乐国，拜西方极乐世界，哦，啊，极乐世界是啥物所在呢？哦，伫咧阿弥陀经都甲人讲啊，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和阿弥陀啦，哦，伫离开咱这个所在。哦，到西方呢，要经过十万亿的这个佛的国土呢，哦，遐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遐有一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啊嘞，所以咱今嘛用咱的最敬礼，就是乞受西方安乐国，来拜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哦，迄、那个主人呢，就是。阿弥陀佛，好，啊，咱今麦来介绍阿弥陀佛，哦，伊这个呢，这个叫做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伊的这个身份，在过去无量劫、九万劫中啊，有一尊佛出世，伊的名叫做世自在王如来，世自在王佛啦，哦。哀时呢，有一个国王，哦，啊，听到这个世自在王佛一个说法啦，哦，啊，非常的欢喜啦，真好奇，真虔诚，心生欢喜呢，弃下王位啦，哦，连这个王位啊都不爱做啊啦，啊，要从啥？要对佛陀来去出家修行啊啦。伊就对世自在王佛呢出家，哦，修行，哦，所以伊的这个法号呢，哦，叫做法藏比丘啦。啊，法藏比丘伫伊的老师呢，世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座下呢，听经闻法，伫遐修行，啊嘞，啊，就有一天啦，伊就甲伊请示啦，哦。这诸佛的这个国土，
的世界诶，这庄严哦，叫伊老师哦，该开始啦，安尼。所以世自在往如来呢，世自在往佛都该说法，210亿诸佛的这国土呢，而且庄严哦，而且殊胜是安那殊胜，安那庄严哦啊，讲给伊听，佮用伊这神通力量呢，和这个法藏比丘亲眼所见，才诸佛世界的严净庄严的这个国土哦，啊，这是。这法藏比丘呢，看了非常的这个欢喜啦，哦，同安呢，底下虔诚修习，啊，修持学习，经过五劫的这个时间呐、啊，五劫，啊，五劫是偌久呢？咱佛教那咧讲，上界长的就是用劫啦，啊，那上界。近的呢，就是用刹那啦，安尼。啊，即马要讲这个五劫，这一劫就是呢，讲为咱人的这个生命忍受84000回，啊，100年减一回，减到呢剩10回啦。搁100年加一回，加到84000回呢，安尼叫做一劫啦，哦。啊，经过呢，安尼5拜，哦，5拜的这个时间啊，五劫的这个时间呢，伊都有真有心得啊啦，哦，伊经过这虔诚修习五劫的这个时间，哦，已经有这个心得，伊就在这个世俗在往如来的面头前，哦，广发誓愿啦。就当面呢发48大愿，哦，愿愿就是呢，要来度化一切众生。底下呢，成立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国，哦，以后九品莲台来接引众生，甲西方极乐世界来遐呢听经闻法，来遐成就无上的这个佛道啦。所以你家看。诸佛拢建立着伊这个世界，伊这个国土，就是要来予遮个一切众生，但遐会当呢听经闻法，不退菩萨为伴侣啦，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啦，哦，所以西方佛国圣沙婆无量无边功德多啊，真殊胜心庄严真微妙的这个所在啊。你看《阿弥陀经》都内底都甲咱讲啊，哦，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啦、金沙宝地啦、伽林宾客共鸣之鸟啦、延长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哦，啊，微风吹动呢，啊，吹来拢是真清凉，啊，想啥都有声，一个念头一个起，啊，都有啊。伊凡是之勤，阁会当甲十方国土。去供养十方诸佛啦，哦，啊，不退这些菩萨，哦，为伴侣，拢做伊的同学啦，哦，西方极乐世界这殊胜微妙，就是靠阿弥陀佛，伊这修行的这功德力量，哦，伊发了48这个大愿，愿愿就是要来度尽咱一切这苦恼的众生啦，啊，你家看。哦，咱一般的法师啦、啊，在咱这个社会，哦，拢建道场啦、啊，啊，建佛寺啦、啊，啊，要从啥？啊，嘛是要讲啊，会当有这个有缘的，啊，甲有善根的，啊，有智慧的，有法出离心，哦，啊，无爱这世间，而且会五欲，哦，啊，会晓要来修行的，哦。修家会当讲断烦恼了生死，哦，爱会当为社会国家来做出贡献，为佛教来做出贡献，哦，
建这个道场的这个意义，就是要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嘛、啊。哦，啊来做出贡献，做爱心，做诸善公益啊，啊嘞。所以这就是咱凡间的这个道场啊，咱咧建这个道场是有生命的啦。哦，地球都会打赢，有一天这嘛几百年、几千年都无去啊。哦，一定会消失去。但是法藏比丘呢？哦，伊伫因地中修行，哦，成就了阿弥陀佛，建立这西方极乐世界，遐尼那殊胜，遐尼那庄严。哦，西方佛国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啦。哦，遐无像咱这娑婆世间，娑婆世界阿扎误会。啊、哦，劫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念命煞作，哦，这里作的是阿扎真误会的一个所在啊，哦，烦烦恼恼啊，哦，真无好的这个所在。啊，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哦，到遐去呢，拢是非常的安乐啊，金沙布地啊，哦。遐去的人，满涂骹拢是全黄金啊！大家也袂去贪心啊，无去贪念啊！啊、哦，啊，所以凡夫众生啊，咱爱赶紧爱发菩提心、虔诚的心，咱爱紧念佛哦，应当发愿观世音菩萨啦。所以讲，我见是你吼，爱赶紧爱发愿观世音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亲近阿弥陀佛。哦，喺弥陀经内底，佫讲讲一句啥呢？讲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雄祥佛、雄光佛，哦，建立初二佛，当出光中说上来赞叹，哦，阿弥陀佛的这不可思议的这功德，极乐世界的这庄严嘛，十方诸佛当咧赞叹啊，咱嘛爱赶紧咧，爱来去咧，哦，则袂辜负着阿弥陀佛。诶，这苦心啊！啊、哦，所以讲十万亿天不计尽，修障灭我自所亲。刹那念尽行沙佛啊，便是莲华国里人啦、啊。咱诸位啊，咱来赶紧哦，听到闻到，咱来发菩提心，哦，来修学这净土法门，咱心念。哦，一个转啊，该转过来呢。哦，咱就唔好向外面溜溜去，咱为咱的内心一摆，咱来消欲低招，哦，爱赶紧来修持，哦，才会复返。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哦，观无量寿经甲咱讲啊，咱来修这个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就是讲第一。哦，叫做世福，世间的福报啦。第二叫做戒福，哦，受戒的戒。哦，咱来持戒啊，持戒庄严啊，因以初戒得生诸善等及灭苦的智慧啊。若无净戒者，诸善功德皆不定生啊。戒为无上的菩提本，这就是根本啦。哦，比如讲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啦。五戒无持，人天路绝啦，连做人的资格嘛无啊。所以呢，非礼不言，非礼不听，非礼不动，哦，啊，非礼不视呀，哦，这就是要有这规矩才会使啦，哦，所以这个戒法啊。因戒生定，因定而来发挥，哦，叫做三无六合啊，这就是叫做戒福啦。第三叫做行，你要有行为啊，要有行动啊，哦，这个行的福，哦。那第一这世福就是讲，咱来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诸心不杀，修十善业啦，哦。这是大人生咱
养咱，甲咱教育，甲咱栽培，哦，咱来孝顺父母啊，哦，而且奉事师长，师长就是咱的老师啊，咱的师大，咱的长辈，哦，咱像咱老爸因的兄弟啊，因的阿伯阿叔啊，这拢是咱的师长啊。啊，甲咱教过的这的先生，这都是拢咱的师长啊。咱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爱个诛心不杀，修这个十善业。哦，咱来来爱有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非常要紧呢。哦，你若无慈悲心的人啊，啊就无价值啦。哦，所以你要有慈悲心，哦。啊，搁再有这个孝心，啊，你就更加就较殊胜啦。哦，讲爱大慈大悲啊，哦，爱有切问之心啊，慈悯一切有情啊。哦，所以呢，爱呢，哦，有这个慈悲的心，不杀哦一切众生。哦，这叫做世间的这个福报。哦，孝顺父母。家中若有父母在，犹如大树好掠荫啊！哦，咱也无是大人，甲咱的教育的这温情啊，水有源，木有本啊，饮水思源，以食果子拜树头啊！哦，那咱有外教，无教啦，那不是大人敢栽培咱，哪有教？一切都是大人赐予咱的啦！啊，所以呢，咱来感谢、感恩咱的是大人哦。安尼是过怀胎啊，细汉二十年会甲咱教育、甲咱请哦。安尼用心良苦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咱才有今仔日呢。哦，所以咱呢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诛心不杀哦，要来修这个十善啦。这十善就是咱人的这身口意，哦，咱的身躯，咱袂使去杀盗淫啦，哦，袂使去杀人，哦，啊犯罪啦，哦，咱袂使去杀盗，咱唔好做窃盗，去偷抢，哦，去骗，啊这袂使啦，啊淫袂使去邪淫啊，袂使去糟蹋别人的啊。破坏人的家庭、人的婚姻啊！这身躯多，这个呢杀多淫啊！咱的嘴、咱的口呢，恶口、两舌、妄言、忌忌啦。恶口就是讲歹话啦，哦啊！两舌呢，就是呢咬耳话啦。这边也敢讲，啊，那边也敢讲，啊，拢讲歹话哦。那么呢，害人呢？安尼冤家啦，哦，害人失和啦，哦，这就是叫做呢两个嘴子啦，哦，家这边啊讲，伊那边啊讲，所以呢，咱的嘴拢啊足歹的，拢爱乌白讲话，这解唔好啦，所以修口业以心莫烦莫恼，一切诸有情啦，无欲之苦当远离啦，这无欲之苦咱爱远离。如是行者得道时啦，哦，咱来修口如盘，哦，啊，用用的时啊，尽量都来念佛来读经啊，哦，咱这个袂使有这恶口两舌，袂使，啊，袂使有妄言，哦，这大妄语啊，拢讲无实在，讲欺骗人的话，哦，啊，以后人就无要相信你啊啦，哦，那像迄一个呢，哦，咧。咧放羊仔个囡仔，拢讲人来了，人来了，哦啊！伫附近个农夫呢，滚下去紧来救，啊！结果啊无啦。第二摆个囡仔，佮淡仔拢讲欺骗，感觉真好耍，佮淡仔讲话人来了，人来了，哦！人听伊话讲呢，佮去啦，啊！结果呢嘛无啦，爱囡仔淡仔笑讲呢，吼讲欺骗，讲欺人。感觉真欢喜呢。第三遍呢，真正迄龙来啊啦，野龙来，一挂羊仔互伊咬咬安尼，咬咬死啦。但遐一直画，
嘛无人买来啊啦，哦，迄都讲妄言啦，讲无影诶代志啦，哦，讲迄无影讲欺骗诶，哦，所以人就无信用啊啦，哦，啊奇异啊，讲迄奇奇怪怪的，讲一寡吼使人安尼，但咩起心动念诶无好诶即念头，哦，即就是咱诶口内底四种诶即个过患。哦，第三就是意啦，意念就是贪嗔痴啦。哦，咱的贪心啊，哦，贪图这世间的恶，诶，这个五欲啊，人将爱欲生，有将有生报，欲离以爱，何有何报啦？咱人拢为这欲望来啊，三界往还爱为己，六道轮回淫为本啊。为这个爱欲而产生啦，所以呢，才地中劫以沉沦，但这个六道内底轮回，但这个苦恼内底呢，伫遮呢咧受苦啦，啊、哦，所以咱有这个贪，啊，嗔就是嗔恚啦，啊、哦，傲生气啦，哦，那当唔当呢，啊，就要发性地，啊、哦，无定力啦，修养无够啦。啊、哦，嗔是心中火呢，灵修功德拿呢，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啦。啊、哦，咱咧搞生气的人啊，你家看，互人看得到迄面呢，那凶神恶煞、烧相，互人看得到呢，都会惊呢。啊、哦，你来看一个啦，真慈善、真慈悲、善眼、善良的人啊，飞禽走兽啊。啊，鸟啊、鸟啊、狗啊，来伊边啊，伊都拢唔惊，因为有感受到迄个自身的这个气氛、慈悲的氛围啦。啊，你那恶心的人、高生气的人，吼、哦，迄安尼心光火道呢，当唔当就要怕人，当唔当就要生气啊，迄恶相，甲伊散发出来的气氛的氛围呢，拢非常的无好啦。连遐飞禽走兽啊，遐看到都惊，搁讲人，哦，所以呢，袂使发性地，哦，咱人爱学忍耐，学吞忍，哦，啊，逐项呢，当安呢，无要无紧，哈、哦，卖去计较，卖计较，卖比较，将心比心，就是佛心，咱替人想一步啊，安尼呢，咱呢，就会较放下啦。啊，唔好想执着，哦，你啊想执着，迄个偶像较重的人比较咧，烦恼较侪，较自私自利啦，哦，较容易咧，让人发生纠纷啦。咱爱自卑心理这上啊，咱爱心量广大啊，咱唔好咧，安尼搞，让人计较，让人失和，安尼会较无人缘啦，哦，啊，咱都爱空结善缘啊。人好心好处处好啊，好人行进前，歹人离远远。有一挂呢，贵人来甲咱提携，吼、哦，来甲咱牵绳啊，哦，啊，所以咱本身就爱修心养性，哦，咱无爱搞性地，哦，啊，咱呢，爱学伊家呢，吼，安尼加良善，吼、哦，安尼修养加好啊嘞，哦，这就是讲咱的亲慧，吼、哦。安尼，来就是痴啦，愚痴啦，这愚痴就是不明事理啦，哦，啊，足够花，足够路的啦，啊，讲也袂翻车啦，哦，啊，唔啊，硬一直要烧钱，都要钱到赢，啊，这种人呢，那三岁囡仔呢，听无啦，唔捌啦，你向伊讲哦，气恼心命，向伊讲呢，嘛讲袂清楚啦，不如卖讲啦。哦，啊，就是有一种人，年岁看到是大人来讲咧，但是啊，行为啊，思想啊，真幼稚啊。那囡仔咧，啊、哦，你快看，这嘛真多啦，啊、哦，所以这叫做身口意内底十种，身躯三种啊，嘴有四种啊，意念有三种啦、啊。哦，身躯叫做萨埵淫，
哦，叫叫做恶口两舌、妄言、忌忌，伊呢有贪、嗔、痴啦。哦，你那是有好叫做十善业，犯忌呢倒变叫做十恶业啦。所以咱人爱心常念恶，哦，你啊心常念恶，就是恶业；心常行善，就是善业。哦，都伫在一念之间呐，啊。所以一念回光，就法度化爱河之成净土啦。六根还本，变苦海，依作莲池啦。在咱一念之间，咱人的一个念头念念。哦，所以啊，咱爱一直为什么讲爱念佛，一直念佛，念佛咱就正念。哦，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净土即处方，处方即净土。哦，咱的心中有佛，咱就有光明。哦，咱就袂妄曲，咱的即正念。哦，所以这非常的这要紧啊。哦，所以这世间的这个净业三福，而这个世福。就是孝顺父表奉事师长诸心不杀，修这个十善业。十善，哈，哦，咱就将来，那以世间来讲呢，就会当上天庭啦，哦，安尼。个第二种的福是叫做戒福，哦，这戒福呢，咱就是爱修持三规啦，哦，啊，记着众戒。不犯违纪，咱受持三规，就是爱像讲，咱来寺庙啊、拜师父啊、皈依三宝啊，哦，佛宝、法宝、净宝啊，哦，啊来皈依三宝、皈佛，哦，就是皈这个三皈依安尼，爱受持这个三规，哦，继续众戒，哦，即个所有即个的违纪，即个的戒律呢，咱来学。啊，哦，不犯违纪啦！哦，咱的违纪，咱的规矩，哦，咱就是讲有这个本分，然后来做一个标准，而一个三宝的这个佛弟子，哦，啊，咱要做佛弟子呢，咱一定呢都爱来皈依，哦，那像一个囡仔出世，爱去办家家办户口，哦，你爱去登记啊，哦，那像咱要去学校读册。爱先注册啊，哦，你爱注册，哦，爱报名，以后你唔只有证书啊，你唔只有一个文凭啊，哦，这意思是安尼啊。啊，咱到佛寺、到道场来，咱来皈依，哦，啊，咱师父呢，皈依师长呢，诶，师父就一张这皈依证书给咱，哦，这就是以登记做一个三宝的这佛弟子啦，哦。所以受持三规，继续众戒，不犯违纪啦。这叫做戒戒福哦。这有哪有一种的福报滴个啦？第三种叫做行行的福，亲信因果啦。哦，啊发菩提心啦，托上大乘经典啦。哦，劝进后学啦。哦，咱。做一个三宝的弟子啊，咱来亲信因果啊，如是因，如是果，因果随行啊。咧影甲咱对调咧修行啊，因果安尼像影拢对调，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啊。所以咱爱亲信这个因果，而且循环，而且个果报。咱一定爱做好安尼啦，哦，啊发这个菩提心，哦，这个，菩提心，哦，菩提萨埵，哦，叫做觉幽静，哦，咱爱有这个自觉觉他，哦，爱发这个菩提心，哦，爱来学习到这个呢，这个，佛法，哦，还有这个慈悲心来利益、助利利他的这个心情，哦。啊，来求这个无上佛道，将来呢，都会当了生死断烦恼，哦，成佛道度众生啊，哦，所以发这个菩提心，发出离的心，啊嘞，
啊来读诵大乘经典哦。这大乘经典哦，佛陀所说的这经典呢，咱爱读，爱听经闻法哦。啊，那看到有缘哦，有缘的人，咱来劝进后学啊。咱厝的人哦，还是要有亲情够善根的，咱来给伊招啊招来呢。哦，来学习佛法，哦，这是世间上该好、上该公平的啊，上殊胜的路啊。所以呢，咱都爱来学，爱来追求，啊咧。所以这叫做正业三福啊。所以以上呢，就是讲，在《观无量寿经》内底讲，这正业三福就是诸诸佛、成佛、正业的正因啦、啊。非常重要的啦，哦、所以诸佛安尼修，咱一切众生嘛是爱安尼修，哦，所以将来咱都有法度呢，对着诸佛菩萨的这个脚步，哦，来成就，哦，这个佛道啦，安尼，所以咱诸位呢，一定讲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大慈大悲建立一个。佛陀遐庄严遐好哦，啊，搁再发四十八愿哦，尤其四十八愿，愿愿要度众生，其中的第十八愿呢，就是呢，伊的这个上界重要的特色的中心啦。哦，阿弥陀咧，第十八愿安那讲呢？啊，讲摄若有众生啦，哦。讲摄得众生，有遮这个遮众生啊，哦，遮众生你念佛，那是讲要来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伊十八愿内底精神，就是甲咱度啦，啊，所以呢，阿弥陀的这十八愿讲，若我得佛，哦，讲假若讲我若成佛啦，西方的遮众生啊，至心信道，欲生我国。意思讲，假如讲我成佛的时阵啊，是方家的众生呢，哦，只要伊这个至诚的这个心，欢喜的这个有相信，哦，而这个心情，要来求生、欲生啦，要来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哦，乃至十念啦，伊唔免念偌济啦，上少上少的乃至十念啦。这十念是偌多呢？啊，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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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呢，十遍啊，念十口开，哦，诶，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十遍，叫做十念。啊，这十念呢，乃至十念啦，念十遍了。那袂当得到啊，伊不出正觉，啊、哦，伊就是讲，你念十念哦，你都有法度往生甲西方极乐世界啦。唯独五逆罪、诽谤正法的人啦，哦，后边一个但是咯，唯独啦，就是讲有一种犯这个五逆罪，五逆罪是啥物呢？杀夫啦，杀庙啦。出佛心血啦，杀阿罗汉啦，哦，破这个合合经啦，你有这五种的人，哦，你呢都有困难啊啦，哦，所以这叫做五逆罪，哈、啊，咱凡这五逆罪的人，伊呢比较，你都连要杀佛、杀佛啦、出佛心血啦，哦，连佛陀你都无相信啊，假佛呢，该。甲伊安尼呢，像迄个提婆达多烧香啊，在佛陀在世的时阵，哦，啊用行迄一挂外道的呢，伫迄山顶啊，啊用迄大石头看佛位啊经过呢，哦，啊来石头甲伊拧落来，哦，要甲佛带回死安尼啦。但是佛的这个边啊呢，佛伊都嘛知影，哦，啊佛的边啊都有一挂。金刚护法神修护条的啊，用迄含摩体去挡迄个石头啊，啊，石头粒啊呢，吹气啊，喷气啦，
啊，碰起到佛的这个卡尖头啊，大头母遐呢，啊去流血啦。哦，安尼有罪啊，罪真重啊，这叫做出佛心血路啦。啊，你第一出佛心血，啊，杀夫；第二杀夫；第三杀表；第四杀阿罗汉。啊，第五破佛合经，破见魔转佛轮经啊，啊，人一个经团底下合合好好呢，啊你呢，但要拢讲啊，拨弄是非啊，啊讲破坏，哦，那么呢，你去毁坏着这经团，破坏一间道场，啊你这罪呢，哦，这经团的道场，你的这罪真重啦。所以这叫做五逆罪啦。为这五逆罪在排除在外啦。其他呢，只要讲你有念十遍、十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呢，该能得到啦。所以在第十八愿内底呢，非常的你那这个殊胜哦。伊这个经文就是安尼讲哦：若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啊！欲先我国乃至十念不处正功呢，唯独五逆诽谤正法啦，的人啦、啊，哦，意思就是讲，你只要念十念，至诚恳切的心念十念呢，我就以我这第十八愿的这精神的这个愿力呢，就要甲你度化甲西方极乐世界。像你那不可思议的殊胜啊，真殊胜啊！啊，你来看这东调的时阵啊，哦、啊，有一个专门杀生的啦。这个人叫做张善和啊，拢专门咧抬骨啊，抬骨无数啦，非常人啊多啦。你来看有够可怜的啊！这牛一世人就是咧为这农夫咧做田啊。咧苦劳啊！啊，到老的时阵呢，无法度拖袂行，主人都甲伊卖掉啊！啊，卖掉去呢，即像张善和啊，专门就是咧抬牛啦。哦，啊，你看有够可怜的哦！啊，伫一世人拢抬牛的这中间呐、啊，啊，到年岁有啊呢，气力虚弱，破病。一命要乌好哀杂的时阵啊，但遐倒在眠床啊，逐工都化工牛来咧，甲伊讨命，拢几十只用迄个牛角啊，啊，当安尼一直甲伊勒，一直甲伊勒，甲伊打啦，哦，甲伊打甲呢，规身躯乌青，甲伊安尼啊，甲伊扰乱甲呢，规暝都无法度通去休困，啊，你看这因果。啊，而这个报应啦，啊，所以呢，咱就尽量讲，唔好杀生啦，唔好去食肉，啊，咱现在吼真侪通好食，你家看，看迄外国进口的啊，啊，啊，有迄莱克多巴胺，啊，有迄南一挂迄啥物呢？迄种要煮一挂迄要互伊较紧大呢，啊，拢伫迄肉内底啦，猪肉、牛肉呢，啊，人。干接去吃落呢，伫内底生歹物啊呢，真正真啊多啦，哦，所以咱唔好去食一寡啊，真侪有通好食，卖去杀生害命啦，哦，若若相识轮回相无啦，者自杀自彼损杀啦，啊，咱咧食迄一寡遐呢，啊，产生咱的身体一寡化学作用，一寡只病苦啊，无需要啦。啊！啊，这张善和伊呢，拢咧抬只抬只个牛啦，啊，抬家呢，迄牛啊，足可怜啊，叽叽叫啊，有诶，用牵来家跪咧，搁流目屎呢，安尼真可怜哀求啦，叫抬啦！啊，抬家要往生，伊破病要死诶时阵啦，吼、哦，当暝都当遐叽叽叫，讲牛来啊，几十只咧家搭啊，啊，当报因老婆啊，因老阿婆啊看，因老婆看啊，伊讲那有啦，无啦，无啦，无看得到啦，安尼，啊讲有啦，一直画有啦，哦，啊差几枚啦，
啊，拢讲啥物啊？化牛来啊，牛来啊啦！啊，啊，就因老伴就赶紧啊去附近啊，啊，就去请示迄个师傅，啊，请迄师傅来甲伊开示啦。啊，迄师傅就甲伊讲啦，讲你呢，这就是你的杀业真重啦，吼！啊，你爱赶紧爱求忏悔，你爱赶紧爱念佛，有一个法门啊，哦。有法度帮忙你，有法度救你啦！你爱紧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爱恳切至诚的这个心，啊，紧求忏悔，爱紧念佛，哦，啊，法官要来西方极乐世界，甲佛忏悔以后唔敢啊，啊，佛陀啊，佛祖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你甲我原谅，紧甲我救，甲我帮忙，你安尼想啦，啊，紧念佛，紧想阿弥陀佛，紧念。所以呢，伊就一直念，一直念。啊，念了后呢，好看迄个牛哥，佮来的时阵呢，伊就讲啊，叫因老伴举香互伊啦，倒手紧举香互伊，紧举一个香，香举咧，啊，正手紧啊咧，要合掌的姿势啊，紧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加。无十声啊，第九声的时阵呢，伊就讲话啊啦，讲牛拢去啊，拢走啊，拢走啊，阿弥陀佛来啊，阿弥陀佛来啊，安尼，安尼讲讲的咧，啊，就开就转去啊，就真慈祥，真安然，啊，就往生，往生去啊，啊，所以咱注意呢，念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哦，只要咱的虔诚。咱的信心，咱的信念，哦，来挖苦，哦，大慈大悲的这阿弥陀佛，拢会给咱度化，给咱怜悯啦，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内底的第十八愿，就是伊呢，的这个特色，上界核心、中心的这个特色，伊这个精神的大慈大悲的愿力呢，就是伫遮，啊。所以咱诸位呢，咱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哦，咱一定要虔诚，赶紧哦，安尼日念万佛哦，一句弥陀将心念，卡底莲花步步生啦、啊，念念将心起，念念将口出，念念将念入哦，字字爱分明哦，咱爱听好清楚哦，啊爱伫念。哦，声声将嘴将咱的捡出来，声声将念入去，声声搁将心起起来，哦，安尼一直念念念念成熟，哦，雕念阿弥陀，无念阿弥陀，家教万事尽，不忘阿弥陀佛，哦，一直念阿弥陀阿弥陀，永远都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啊，叫做无量光明、无量寿啊，上界吉祥的呀、啊，哦，所以咱啊一直虔诚，伫咧修持这净土法门，哦，讲一佛念佛现前东来，就必定见佛啦，气物不忘啦，哦，个真近啊啦，袂将远啊啦，啊，阿弥陀佛是法界心呢，哦，是十方法界。拢充满了呀，遍及一切众生心胸中啦。咱一个若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时就在咱的内心啊啦。啊，所以阿弥陀佛是法界心，是方法界遍满的啊，拢遍及咱一切众生的内心啊。咱的心窗、心门一个开，伊就入来啊。即时都向咱相应啊啦，哦，所以呢，阿弥陀佛，那亲像空气消祥，无所不在啦。阿弥陀佛，那亲像一头光消祥，普照大地啦，啊，所以咱注意，咱爱知影这个道理吼、哦，咱一定爱赶紧啊，真虔诚，哦，爱修持，哦，即个净土的即个法门。咱无爱伫这个做一个呢，啊，这三界这流浪囝了，都系这苦命哩。啊，咱知影阿弥陀遐尼啊伟大，为着咱众生的这设想，
我建立这个西方佛国，哦，啊，咱来呢，利欲集精是最危险啦，哦，咱一直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咱一直爱淡薄，哦，爱一直爱放弃，无爱搁做一个三界流浪囝了，多的苦命儿，咱要来认真修行啊啦，哦，因为这世间，咱家一看，讲是乐，其实拢是痛苦的，哦。哪一个乐是暂时、短暂的而已啦？哦，一个啊的快乐，永久的痛苦，安尼属于何乐呢？安尼算袂好啊！啊，所以讲五乐、五乐、五条你的快乐，使你有一个错觉，哦，而这个呢感受，哦，所以世间一切五欲，都是你这个身心一种的这个错误器官上。错误的一个感觉啦，啊，所以呢，咱一定要有定力，要有智慧，哈，咱呢爱远离有世间的这种种五欲的这个过患，多欲为苦，生死疲劳啊，将贪欲弃啊，消欲无为啊，身心自在，咱要自在啊，啊，所以你家来看讲。世间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放不下？念佛无够啦，用功无够啦，啊，无听经无智慧啦，哦，啊，拢唔知呀，啊，伫遐呢，将迷入迷啊，啊，伫遐将苦入苦啊，哦，啊，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哦，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万劫回苦，五阴炽盛苦，哦。求不得苦，啊，但咩呢？安尼一直轮转，啊，真艰苦啦。所以弘扛哦，咱家诸位菩萨哦，咱家的善男子、善女人，大家一定呢爱发菩提心，爱精进心，哦，啊，这净土法门呢，是咱啊，哦，上界唯一的诶希望，唯一得到诶诶这个希望，哦，咱的光明诶这大路。啊！咱诸位大家呢，都会咱赶紧念佛，将来都来西方极乐世界，啊，来莲池海会。哦，啊，咱今仔日啊，就讲到这。啊，现在呢，大家合掌，哦，来对我念这个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福报殊胜，累劫完亲济主。啊，下济三多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成佛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要供焉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清明春季超度大悲圣观世音救度祈福法会，纯洁无瑕身色白，圆满弥陀为顶言，慈眼悲悯是众生，观音尊前我顶礼。日期4月9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30开始，恭请湛山法师主法，地点南投县草屯镇玉峰里东美街64号对面静安府，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大家好，我是陈淑芳，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 疫苗哦。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者陪同哦。到了打疫苗的地方，会有医生为你评估，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请教医生哦。卷起袖子打完疫苗，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才可以回家休息哦。回家后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多休息，多喝水。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就像一直发烧超过48小时，还有呼吸困难，有晕眩，心脏跳得很快，还有全身红疹等等，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哦。我是陈淑芳，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心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有眼见心，愿我能以无边大事业，临诸有情一同成正觉。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心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一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般他利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以无边大正觉，恒时持诵此六法愿望，福德功德无量等虚空。